It's okay. Yes. 双向源八十风华与摄影大师柯习杰对话摄影展9月15号晚间在双向源举行。台湾当代摄影大师柯习杰展示了应邀助缘亲自掌镜拍摄的珍贵照片。曾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官邸的双向源，晨光下的灵动，夜幕中的温柔，让宾客们赞叹不已。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大使夫妇主持迎展酒会，高大使表示，双向源见证80年来台湾与美国关系的波折起伏，而如今双边关系渐入佳境。双向源这里的一切一直坚强、坚毅、坚韧地站在这里，它见证了两国关系的起起伏伏。目前，我认为我们的双边关系在几乎所有领域、所有层次达到了最好的状态。柯习杰致辞表示，现场宾客的热情让人感动。他随后分享此行拍摄双向源及60年来的摄影经验。柯大师还将所拍摄的双向源照片赠予台湾驻美代表处，由高大使夫妇代表接受。当晚，身为知名舞蹈家的柯夫人樊杰西女士，以多年独创的源自敦煌又融合现代的舞响舞蹈风格，演出台湾民俗信仰妈祖月见之舞，中西方舞蹈美学的融会贯通，博得宾客的热烈掌声。柯习杰夫妇此行华府之行接近尾声，但88岁的柯习杰表示，此行意犹未尽，盼未来重返双向源继续创作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。